娱乐圈爱搞笑爱开玩笑的艺人不少，也有很多艺人因为自身讨喜的性格而圈粉不少，杨紫就是其中一位。杨紫的演艺之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当时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饰演的小雪，古灵精怪又有些叛逆，非常可爱，长大以后如愿进了演艺圈。不过小时候的小雪的性格还是在现在的杨紫身上能看到啊。公布恋情后，杨紫和男友没有你侬我侬的秀恩爱，反而是开始了微博里的互相吐槽。杨紫的微博画风也是很搞笑，很真实，没有矫情做作，就是一个大胆又可爱的女孩，来段大奴怎么样，这样的性格很让人增加好感。杨紫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爱开玩笑的人，虽然杨紫比较搞笑大大咧咧，但是她却是把她身边的人都给带跑偏了。平时一本正经的男演员们一和杨紫合影就做起了鬼脸，玩起了搞怪画风，连老干部霍建华开始嘟嘴卖萌了。沈嘉伦一脸无奈地看着旁边的杨紫，连公布恋情用的竟是这样奇怪角度的合照，只能说杨紫真是厉害了。还有一位艺人同样带跑偏了不少人，他就是邓超了。邓超自从走了搞笑路线、谐星路线之后，自己就在跑偏之路上无法自拔，很多艺人和他合影本来好好的，一不小心就被他带得搞笑了。邓超搂着周星驰这样莫名有点搞笑，阿 sa 更是被邓超化妆成了这样，一个女艺人容易吗？还有迪丽热巴和还有孙俪，邓超和杨紫真是一对画风清奇的艺人，不过他们的搞笑和欢乐却是传给了很多与他们合作的艺人们，这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事情啊。你喜欢这样的